咦，这里很漂亮。我们刚刚在这里玩沙子，这边玩沙，婆婆超喜欢这个玩沙的。然后这边还有地方，看起来像是可以烤肉的地方，在这个，它这边有个楼梯下面设计成可以烤肉的地方。然后户外有一大片草皮跟小，今天天气很好，波波，我们要回去吃下午茶了。觉得如果来苗栗玩，要住宿可以考虑这边，算是蛮优质的民宿。这个沙子哎，你喜欢吗？你把他裙子完全掀起来。公主，那你要不要自己玩？你自己玩。他喜欢呢，他喜欢呢。流鼻涕了啦！那你自己玩，你自己抓。哎呦，哎呦！再见吧，我这没办法拍。不知道哎，这可以录几分钟？5分钟真的太长了。他吃？他有吃吗？没有，他可能想说舔舔看这是什么感觉。小朋友不是都用摸跟吃的吗？这贝壳是吗？他好开心啊！这是贝壳沙吗？我觉得应该是人工的沙子。你确定？够了吗？帮他拍一张照吧。哎呦！你看你的脚脚都是沙子的啦，你的头发也都是沙子。走 ，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，咦？怎么不走啦？你怎么不走了？我们还有好长一条路，妈咪抱你好了，好吗？妈咪抱你，要进去了耶！哇，一大堆石头哎，这里蛮漂亮的，你看连地板都这么漂亮哎，公主是吗？有风哎，好凉啊！哇、哦，你要吃一片那么多？我只吃芝士饼。哦，我要吃东西喽。嗨嗨，你那么开心啊？那我们吃这个好不好？呀，放这里就好了。烫烫哦，烫烫哦，烫烫哦。炖饭，好香哦。嗨，现在在吃他们的主食炖饭。因为我们前面刚点了一个炸物拼盘，炖饭真的是超好吃的，做的非常用心。酒香奶油鸡肉炖饭，超级推荐。我觉得很值得来这边住宿，东西好吃又清幽，环境又好，服务态度也好。
几乎每一桌都可以看到户外的风景。噔噔，一片树林。你看到鱼吗？嗯，你看那是注音哎，暮云想 V 啦。嗯，来，我们转这边。我们看鱼。他们的厕所在户外，全部都有鱼池哎。厕所到了，还算干净哎。因为厕所它有做那个地板，可以看到。鱼游进来，所以这也是一间房间吗？楼上可能也是房间。民宿好漂亮哦，绿色的山林，漂亮。宝宝去哪里了呢？宝宝，宝宝。我在拍景呢，他不是拍你。公主，你说妈妈，妈妈对妈妈说妈妈，妈咪才会理你咯，你每次都叫我狗狗。啊，抱抱是吗？你要干嘛哟？在干嘛啦？啊？哦。公主，你喝醉了吗？你干嘛？你没穿鞋子在干嘛？哦，他说你等着我。这么厉害啊，这么厉害啊。太厉害了。